我们就到了，来看看蔡同学的教蔡英文，来看看蔡同学 This is a book。看蔡同学 This is a book， 他看得很烦呐、啊，每隔一两页就有七八个错字，这要玩到哪一天嘛？两个月了，现在进行到多少页？第45页。好，来我们看第45页，第二行右边刷来第二个字，看到一个怪字叫 assaul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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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查遍字典还是查不到这个字。哦，原来蔡同学要说的是 assault。来，每日一词。Assault 这个字呢是 violent attack， 就是攻击的意思。Assault 啊 ，He was charged with violent assault， 他被指控啊，暴力侵犯。Assault， 蔡同学，你不是多个字就少一个字，要不然就是颠倒了一个字，你有完没完啊？